者中智凯台北报道，许维恩与 KID 英镑去年11月分手，不料杀出一名马来西亚籍的不明女性男子。吴宗宪看过场，相形容为嫩板于天。经爆出去年11月许维恩似乎有劈腿嫌疑，应该男在二季晒出夕阳拥吻照，简以击似许维恩。许维恩是光棍节1111生日。不过读者向苹果日报爆出许维恩劈腿疑云，该男11月7日就开始甜言蜜语，在二季写我和期待的关系越来越近了等，觉得不是分手后才在一起的，看不过眼，觉得 KID 很可怜才忍不住投简。两人之前已说是和平分手，不过有乡民看到许维恩有新欢后 PO 出贴的潮牌的一顶颜色为嫩绿的潮帽，对于 KID 目前处境相当不忍，且去年许维恩生日时他特飞马国庆生，许维恩反射自脸书，该男在 IG 晒出夕阳拥吻照，简以击似许维恩左反射自 IG。